以通过这个动图来看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来直播空间站科学实验操作，采集它的样本。好，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戴上这个眼镜。这是我们空间站首个混合现实眼镜，那在它的帮助下，我就可以更轻松的、更加高效的完成的工作了。在这个种植孔里，面板上一共有六个种植孔，每个种植孔里面都种植着不同开花期的小楠。大家看这边的三和四，这孔里面的小楠已经开花了，就像刚才同学说的，它的花很小。那这边的小楠还没开花，而这里这两个是野生型的小楠，它的苗还比较小。开启拍照，发送图片，那我开始采集了。先把这个盖子打开，拿上我的小剪刀，我们先剪这个吧。好的，盖上盖子，别让它们飘出来了。好了，那一个我们小楠的样品采集就完成了。那在所有的冻存管都拿出来之后，我会把它们放到下面的零下80度存储区，等到返回地面的时候带回地球，交给科学家研究。